给你点的，你最喜欢吃的丸子。吃腻了。咋的？吃腻了。不是，这个都不吃了。有。哥哥，你啥意思？我告诉我，啊？酒呢？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喝点呗。什么喝？什么？有点事。啥事儿？还有今天事重要啊？对啊，对，喝点，喝点啊。真有事？不喝，你们喝，你们喝。还得我亲自敬你酒。喝着吗，兄弟？不喝了，好。真有事。你他妈谁呀？敬我大哥酒，你也不照顾敬我，你配吗？啊！他是我大哥，赵国栋，不认识啊？啊！二环，扛把子，大人物啊，很牛逼吗？动手，动手你行吗？给我消灭了啊！这会儿轮到你说话。我大哥不想喝，听不懂吗？啊，我替他喝。他是我兄弟，你是我兄弟吗？啊，我敬他酒，我敬你酒了吗？啊，好牛啊！你才是个大人物啊！咋的了，老？酒还不喝了？喝不了，有事儿。就是，啊，那玩意儿不喝酒吃菜。小峰特意给你点的，你最喜欢吃的丸子。吃腻了。咋的？吃腻了。不是，这个都不吃了。有。哥哥，你啥意思？我告诉我，啊，你有不好的情绪，我就有掀桌子的实力。哥们，你听好，不管你有多闲，别有一天连你自己都认不清。曾经咱哥仨在一起的时候，吃得起这个吗？啊，喝得起吗？好好当你的老板啊。不好意思，哥几个，影响大家心情了，改天再聚啊。今晚的消费算我的。可以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哥俩啊！我饿了。
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绩，记住一句话：人不能忘本，心不能忘恩，情不能二心。有钱你嚣张，朋友互相帮，记得那些年的友谊之光。生死与你创造联结。